妇人骑着机车才刚经过路口，突然右方冲出一辆轿车，直接将妇人撞倒。但恐怖的还没结束，这时驾驶没有停车，反而加速回转一大圈，当场将妇人碾过。轿车车头几乎全毁，保险杆撞到扭曲变形。事发就在北市北投运动中心外，15号上午10点多，轿车驾驶不小心撞上妇人，但他一时紧张，竟然误踩油门，当场将妇人头部碾过，造成妇人伤势严重，送医后宣告不治。一旁建筑物梁柱破损处清晰可见，据了解，遭撞身亡的妇人独自一人抚养3名小孩，没想到如今却遇上死劫。同样也是死亡车祸，桃园这辆货车疑似没有礼让直行车，路口摊快一左转，当场将直行机车撞飞。这一撞力道之大，骑士当场喷飞好几米，消失在镜头之外。虽然紧急送医治疗，但骑士最终伤重不治，因为一时不注意，也让两个家庭就此天人永隔。记者陈正茂、尤涛综合报道。我是王一仲，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，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或是国际的话题，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。当然更多的新闻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。